洪輝老师哈，伊是咱李江雀台语文教基金会的执行长，嘛是咱公司台语台的节目的主持哈。啊，过去嘛伫闽西主持的台语的节目，啊，推上着咱台湾母语正重要的人物，咱再出来欢迎洪輝老师。蓬莱美德真可爱，祖先基业在，田横愿开，树愿栽。劳苦待过待，着理解，着理解。阮是开拓者，毋是戆奴才。台湾全岛快自治，公司阮掌则应该。这是一百年前台湾文化协会蔡培慧先生所写的《台湾自治歌》其中的歌词。台湾全岛快自治，公司阮掌则应该。祖先前辈咧甲咱交代，公众的事务，咱应该爱家己来掌理。咱除了选出咱感觉适合的民意代表以外，咱拄着恶质的罢免行动，咱嘛应该爱站出来。无同意罢免。今仔日其实会当讲是有侪侪台语文相关团体甲幼稚，拢足想要来到遮，甲八位来相听。因为八位伫欢迎内底，咱看到伊遮尔啊拼死，遮尔啊认真，遮尔啊辛苦的一个少年人。直直咧替咱的各种议题咧拍拼，咧走总。我认为，咱来支持表位，天公地道，颠倒是有一挂人毋知啥乱，天地颠倒变，竟然来讲白贼，竟然讲表位啥物三零，毋知是目睭糊着喇叭，还是半暝啊食西瓜啦吼。这么无天理的代志，安尼讲白贼，也讲会出嘴。别位伫立法院，讲实在，有时啊，阮看甲感觉足唔甘的。当伊用真正当、公平正大的方式去申请立法院的这个同步即时同意的这种的。伊要第一个来试看讲，哈，国家语言发展法通过了后，为着各种族群语言来做统一，这个方式是毋是行会通？凡正还阁有侪侪人毋知影，就是表为伫个立法院来提案，经过一冬左右的这个研议，才有法度来。进一步落实这个国家语言发展法所讲的，就是咱台湾人有权利在各种场合使用咱家己的语言来发言，包含质询。这是咱台湾人应该本身唔免争取的，应该有诶。唔过咱争取遐尼久，无简单。陈表伟通过伊的提案，然后立法院。讲要来开始这个同步口译的这个方式。同步口译就是，哪边伊代表要用台语来质询官员的时阵，这官员呢，就会传出啊，目前是用华语翻啦吼，就是讲台语翻华语，啊用华语讲给官员听哦，讲这个今嘛边伊代表咧讲啥，同步即时的这个翻译。这是偌尼啊美丽画面啊！就是讲，咱民意代表呐，各族群的，不管你啥物族群，咱在地语言，你拢会当真自由来发声。官员听有听无，拢袂要紧，你只要看耳机，遮尼啊方便。竟然有人唔知啥乱，无爱挂耳机，然后用一大堆理由，就是偏偏啊要逼
咱的别位来放弃伊家己的母语。唔知影，敢是咱过去的打拼还阁无够？咱常常感受到这款真无公平的状况，唔那是唔甘，嘛感觉足唔愿的。对台湾文化协会的前辈，三孔、四孔、五孔、六孔、七孔、八孔、九孔年代，直直有无共款的前辈，牺牲因的性命，牺牲因的青春，拢是为着要争取台湾，就是咱台湾人的台湾。无论你要甲伊安怎定义，台湾是咱台湾人的台湾，台湾人的台湾。是会当有各种多元的语言文化的台湾。一百年前的社会是一个多语言的社会，无论你是讲台语、讲客语、讲原住民语，一百年前其实共同语言就是台语。然后大家互相会当听有对方咧讲啥，嘛加减拢会学对方无关无共族群的语言。这应该是足美丽、足宝贵咱台湾的资产。不过，经过中国国民党国语政策，甲真侪阿爸的作为了后，咱的台湾渐渐消失这种多语言文化美丽的光景。咱的别位伫国会、伫立法院，正正当当、真公开，用咱的语言来质询。这绝对不是要甲官员挑工找麻烦，挑工要甲伊安怎？不是，因为咱的语言就是长久被压迫，长久被感觉讲袂使伫公开场合讲。今日国家语言发展法通过，必须用伊的实际作为来推动，希望国会会当进一步有这个多语言统一的这款的方式。这是应该要继续打拼的。台湾人过去有一句话讲：“出头天。”我要讲，别位老弟弟欢迎，空中宝台好美食。别位老弟弟欢迎，才有公理甲正义。别位老弟弟欢迎，民主才通出头天。请大家继续打拼，咱做伙来支持别位。多谢。多谢咱宏辉老师哦。